质之叙述，下列选项何者正确？ A. 金属晶体的导电是靠正负离子之移动。那金属晶体的导电不是靠着离子，应该是靠着电子的移动才对。所以 A 选项错误。 B. 电解质水溶液之导电是靠离子之移动，正确。 C. 金属晶体温度越高导电度越大，那这是错误的，因为我们知道金属晶体温度越高导电度应该会下降，因为它的阳离子振动会影响到电子的行进。 D. 半导体的温度越高导电度越小，这个也是错误的。以半导体来讲，温度越高提供它更多的能量，断掉部分的共价键让电子变得更自由，所以导电度应该是增加的。一，分子物质固态、液态及水溶液皆不导电，那这是错误的，因为有部分的分子物质像是氨或者是醋酸，这些酸或碱，它们的水溶液是有机会可以导电的，所以一选项错误。所以这一题正确的答案我们选 B。